修净土法门最终极的目标啊，是为了了生死、出三界、求生净土。这个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。 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佛陀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在世啊，常常也提醒我们：这个国土脆弱，人命无常。 那无常啊，它的最后啊，都是苦的。不但我们居住这个环境，人避免不了有生老病死之苦，有八苦交煎，连三界啊，都已是如此啊。 所谓的三界犹如火灾啊，也避免不了的。这个道理呢，我们一定要明白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修净土法门，最终极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要求生净土的。你要建立在这个地方。 所以很多人呢，我们看到现代啊，念佛的人很普遍，念佛的人多，但是他们出发心而来念佛是不一样的。啊，比如说有人念佛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来享受。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？去享受。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福报太大了，动这个念头来念佛，是不能往生西方净土的。心不清净嘛。经上啊，佛虽然为我们说明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的福报、我们的待遇都是跟阿弥陀佛是一样，没有获得。 生老病死之苦，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在这个地方。我们今天来念佛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目标，就是一个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学本领的、学能力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要去培训的。 阿弥陀佛来培训我们什么呢？要我们去成佛啊！那以后成佛，你有使命，什么使命呢？就是要度众生呢、啊，不是去享受的。所以很多人误解这个道理。就算我们今天念佛不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用这个念头来修行。 就算不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真的念佛，他真的有这个福报，但是目标不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一个学校里面，我们到那边去读书，读书毕业了，那毕业好了是做什么呢？要工作啊。你毕业好了，你不能待在西方极乐世界的。 你要去出去工作，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之后，你的家不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你的家在哪里？在十方诸佛国土啊。看到哪一个地方有缘，你就在这个地方度化众生；哪一个众生跟你有缘，你就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只是一个给我们一个方便。 一个好处，一个很好的地方，让我们修学，将来成就了，那你家不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了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呀、啊，可以说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。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享福啊！福报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报，但是真正的目的不是在这一个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很多人说啊，听到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功德不可思议的，所想的就是哎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享福。 不是的，去学习啊、哦！你这样念佛呢，你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如果用一种啊享受享福的念头啊，是不能往生的啊！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啊、哦！所以你们很伟大。 你们很了不起哎！将来你们的使命不仅仅是这个娑婆国土诶，是十方世界，你的对象都是这些众生啊。所以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讲过了，阿弥陀佛跟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哦，所以你们真的太了不起。 你要指下这个承担，我将来是要成佛的，不是去享福的。那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了。像这样的精神念佛，我相信一万当中，通通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。所以啊，释迦牟尼佛。 在《弥陀经》里面讲的很清楚啊，肯念佛、肯受持，你们不是普通人嘞，<laughs> 真的哎，那不是一般人啊！如果不是大上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，你会念佛吗？你肯相信吗？你肯发愿吗？ 是不可能的，《无量寿经》讲的很清楚的。过去你修的福报太大了，供养诸佛如来，你才会能够依到这个法门，欢喜，肯念，肯发愿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啊、哦，所以回到家里，你想一想，我将来要成佛的。 所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在我们的眼前，无论在善缘恶缘，那个是鸡毛小事啊，明白吗？不要去计较哦，你越计较呢，增加你的烦恼了啊，随、哦、缘啊，这个。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的，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呢，遇到一些逆境的时候、厄运的时候，虽然我们会有烦恼，但是这个烦恼很快啊，就转过来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念佛的好处，真念真修的好处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相信你能够做得到。<laughs> 啊，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，就算狂风大浪，你能够经得起考验的，因为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要成佛的。这些境界都是来考验我，来磨练我的性格，让我这个心，让我的业障赶快消除。业障消了，智慧就怎么？ 这个就是我们修学佛法，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一定要知道。